朋友买香水太纠结，帮忙解决变冤大头。他说这个 A 我蛮想买的，这个 B 香水呢我觉得它比较特别，你香水一定是买自己喜欢的啊，你就选 A 就好了。可是问题是 A 家里面就已经很多了，你呢就买 A， 我买 B 送你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都跟你逛街。有点问题。怎么说？我觉得我被坑了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